亲爱的朋友，今天是7月6日，农历5月23，幸福快乐又环绕在您身边。我为朋友们送上问候，祝愿群里的所有朋友，和和美美，漂漂亮亮，健健康康，风风光光，看到的人都有好福气。亲爱的各位群友，因为有缘，我们在群里相逢，因为真诚，我们成了隔屏的群友，几句言辞，几多问候，代表着群友间真诚友谊，天高路远，对群友的牵挂是永久的慰藉。有事没事常回群看看，带着爱心，带上祝愿，来群里和大家侃侃，沟通沟通朋友间的情谊，不需要你做多大贡献，只想让大家在这个温馨家园其乐融融。一个群最大的享受是休息前阅读一遍大家的佳作，放弃了一天的疲惫，像催眠时一样让我甜甜入梦。第二天醒来时，拿起脚边的手机，看看谁在呼唤，谁在等待，在群里与群友谈天说地，每天都是美好的。祝群里的朋友每天都快乐。七月到了，七喜临门，送给群里每一位朋友最美的28个茶壶，送给群主和群友，太罕见了，看到的人2018下半年一定会家庭幸福，福寿双全，真的是太美了。能看到这些美好的事物是今天最幸福的事。明日小暑，提前祝群友们开心自在，幸福快乐，身体健康，事事顺利。快把这份好福气送给最爱的群友们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 News 点 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